第十四届世界狮王争霸战中夺冠的新加坡艺威体育会，为大家带来龙腾狮城庆龙年。龙被视作能够行云布雨的吉祥物，彰显华人自强不息、团结一致的精神。现在呈现的动作是过三关，舞龙团队需默契无间，让团员顺利越过龙身，让整条龙仿佛在天空中盘旋飞舞，为人们带来吉祥与富贵。游龙追月高低起伏的队形，让龙看似在空中欢快优美的画圈，祥龙翩翩起舞，祝愿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美满。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舞龙动作中经典的过江龙，舞龙者快速挥舞着龙身，让整条龙像波浪般的翻腾，犹如蛟龙入海，勇猛的乘风破浪，气势雄伟，振奋人心。现在这个动作便是翻江倒海，舞龙者逐一跨过龙身，整条龙在空中翻滚转动，展现了龙强大的能力与旺盛，寓意着龙转乾坤，财源滚滚。舞龙者需齐心协力，奋力舞动，才能够活灵活现地呈现出宛如飞龙在天的磅礴气势。龙是中华文化中的祥瑞，我们在这喜庆的日子舞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发财，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春天又来喽，春天又来喽，大家要快来齐歌唱，春天呀带来新气象，小鸟呀快乐把歌唱，春花呀开放多芬芳。一起那个笑哈哈，笑哈哈！春天带来那个新希望，快把烦恼全忘掉，全忘掉！乘着那个春光要努力，美好前程等着你，等着你！大家要快来齐歌唱，春天要带来新气象，小鸟要快乐把歌唱。男女老少那个乐淘淘，一起那个笑哈哈，笑哈哈！春天带来那个新希望，快把烦恼全忘掉，全忘掉！乘着那个春光要努力，美好前程等着你，等着你！大家要快来齐歌唱，春天要带来新气象，小鸟要快乐把歌唱，春花要开放多芬芳。欢迎收看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龙凤呈祥庆团圆。是的，在新年呢，我们也要在这里祝福大家龙马精神，生龙活虎。哎，那么今天是大年初七，是人日，也就是每个人的生日，所以我们要祝大家生日快乐。哇，今天呢我们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的。首先我们要欢迎来自
飞跃活跃乐龄站后港路阁的朋友，欢迎你们，欢迎。还有玉华第四分区居委会的朋友，欢迎你们。还有新苑社区关怀中心的朋友，马西岭第三分区居民联系网的朋友，欢迎你们。玉清民众俱乐部乐龄组的朋友，欢迎你们。元日呢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啊，那今天呢我们的黄金歌手们可以说是多态同堂的呢齐聚在一起，要跟大家一起欢庆。是的，那今天要为大家呢演唱首首好歌，还会一起玩游戏啊，那跟大家一起过一个好年。是，不只是今年要好，还要年年好。所以呢就一起让我们来欣赏由黎沸辉所创作的新春歌曲《年年好》。在照耀，每颗心在微笑，一声温暖的问候，都别来无恙。让生活不单调，让生命充满目标，快乐追赶跑空调，幸福一定让你找到。生活不单调，让生命充满目标，快乐追赶跑空调，幸福一定让你找到。啊啊！祝福你，祝福你新年好，精神好，精神好是宝宝。接下来有五位黄金歌手要登场了，是他们要带来本地创作人黄宏墨所创作的贺年歌曲《春之源》。来吧。
经历过萧瑟的秋天，才了解人世的无言。度过了冬天的风线，堆积空白的寒暄，体验过四季的过变，更需要温暖。细细来拜年，经历过生活的磨练，总会迎来一个好的春天。春晖呀，大地迎新年，亲朋好友一起来团圆，期望着欢聚的缱绻，再创一个丰收的新年。常常活动筋骨，玩游戏喽。对，这个游戏叫做福气连连过好年。那台上有三组玩家呢，每一组呢都是由一位冠军的黄金年华歌手所带领，两位现场观众所组成的。那么第一组呢，就是韩心元带领的元气满满队。第二组呢，就是由卓欣雅所带领的欣欣向荣队。第三组是翁穗华所带领的荣华富贵队。好，看到我们身边呢是有礼物奖品的哦。好，胜出的那一队哦，可以获得价值188元的礼篮。那优胜队伍呢，也可以获得价值88元的礼篮的哦。那怎么玩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好的，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舞台中间呢，就有一个幸运箱哈。这个幸福箱、幸运箱里面呢，有很多的汉字。那这个汉字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的参赛者呢好好利用的哦。是的，拿起一个汉字之后呢，就把它交给身后的另外一位组员，然后他就把汉字贴在板子上，然后把它连成指定的这个贺词。是，那指定的贺词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来，那就是龙马精神、迎春接福、大吉大利。大家有3分钟的时间来完成，那么时间结束前完成这个组贺词的这个任务的队伍，就可以从幸运箱里面呢找出一个黄金年华的标志，然后把它贴在那个龙的圆盘上面，就算赢了。是，但是如果你的贺词还没有拼凑完毕的话呢，你要是拿到黄金年华的标志，必须要先放回我们的幸运箱里面。好，事不宜迟，马上开始这个游戏。来来来，准备好了，来来来，好，来准备3分钟计时开始。啊，一队只能派一个人哦，有一位队友啊，必须等队友回来哈。好，
OK， 来，好，我们的指定贺词“龙马精神，迎春接福，大吉大利”。哇，这个各队都卯足了全力哈。对呀、啊，有一些小姐呢会走路的步伐比较慢一点，荣华富贵，但是她的队员如果能够年轻人哦，动作很快哦。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元气满满队，目前呢只有七个，哎，哇，五个字而已啊。哇，二欣欣向荣队有七个字，七个字啊。荣华富贵队呢，哇，已经有八个字了，加油加油！八个字了，我们这位参赛者动作很快。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来荣华富贵队加油的小姐动作会比较慢一点，好，大吉大利已经完成。好，那就是荣华富贵队。哇，神神神啊！欣欣向荣队龙马没有精神。哇，迎春接福已经少一个接接接。哇，赶快，好，赶快荣华富贵队，赶快找富贵队标志。耶耶！恭喜荣华富贵队！虽然时间还没有到哈，厉害厉害厉害！好，我们来检查一下好不好？检验一下，检验一下，看看你们贺词是不是都排队了哈？对对对。首先呢，龙马精神，迎春接福，大吉大利，以及我们黄金年华的标志，恭喜你们完整的，恭喜。是我们的这个胜出的队伍哈。是，那另外两组呢，他们都还缺两个字，所以你们落后了，抱歉了。要再次的恭喜荣华富贵队胜出、哎。你们两位成员各可获得价值188元的礼篮，恭喜你们。是，那另外的两组成员呢，也都可以获得价值88元的礼篮，通通有奖，恭喜你们，真的是福气连连，过好年。欢迎八位能歌善舞的黄金歌手合力为大家带来朝气蓬勃的龙飞凤舞好运来。月个千纸鹤在西岗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全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那个双喜节青春奉献歌彩，愿我们的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醒来发大红似西岗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全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初一吃水饺，祈福气放鞭炮，初二发个红包，小孩乐淘淘。初三拜个年，初四福运来到，家家户户团圆了，欢喜又热闹。好运来，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醒来发大同四海。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醒来发大同四海。
能歌善舞啊，各位。是这个刚柔并济，还结合传统跟现代的元素，练了多久了？我们总共练了5次，那加上一次彩排就6次，那我们就让现场的观众大家呢就6-6大顺吧。哇，很好。那看得出来啊，这个舞蹈真是不简单，它结合了 wave 跟嘻哈的舞步。是的，顺源大哥有没有很困难呢？有了，因为我们的同学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舞蹈的功底嘛，所以呢，但是凭着一股乐龄有活力的精神，的确是努力的练习，还可以吗？可以。好，要谢谢我们8位啊，师哥师姐们，你们精彩的舞蹈演出，再次谢谢他们，谢谢。欢迎6位活力四射的黄金歌手，为大家带来青春俏皮、编曲新颖的爵士版新年歌曲《贺新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炮竹声声催人想又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岁月悠悠，光阴如箭，回首往事如烟，痛苦心酸，今晚从今万事如愿。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愿大家都过个太平。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爆竹声声催得像又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岁月悠悠，光阴如箭，回首往事如烟，痛彻心酸。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愿大家都过个太平年。回首往事如烟，痛苦心酸，希望从今万事如愿。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愿大家都过个太平年，愿大家都过个太平。时间了，那就是接龙接福庆新年。哎，我们的黄金歌手呢分成2队，一队是龙队啊，是男生叫龙队啊，不是他听不到啊。这队是凤队，所以龙凤斗啊。我们会播出这个贺年歌曲，那歌曲一播出之后，你们会接着唱的话，就赶快上前抢这个麦克风，抢到就唱，唱对就得1分。是，如果唱错的话呢，那分数啊就是给另外一队了。不过呢，如果2队同时抢到麦克风，那就由先碰到麦克风又唱对的那一组得分。好，那赢的那一组呢，有这个红包，想不想要啊？
好，1888。哇！但是小数点点在哪里我不知道啊。那你就不能讲1888了吗？就是1888怎么点？1888怎么点？我不知道。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玩我们的游戏了，好不好？游戏开始，有请。来来来，我们过。恭喜新年的迎财神，今年一定又发大财，大家快乐的笑哈哈。哇，这个对吗？你应该是常常买马票吧？24打，是对还是不对？听听答案。好，来听听看。我们过新年，满脸春风迎新年。家都有希望。来来来，你是唱到第二段的。对，你唱第二段的。什么也可以。啊啊！男生，你们说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啊，好啦，答案不一样。过年嘛，是不是，斌哥？就让他们可以吧。好，我们就奉对拿一分。哇，这样都可以。可以、啊，我们就装聋一次了。好，来第二题。大家都傻了。两队怎么没有人要抢答呀？新年祝新年，斌哥，连我都不会，他们怎么会呢？哎呀，哪一首啊你？好，我们欢欢喜喜过好年啊。那就不用听答案了啦，真的不会，已经播完了。好，来，这一题就作废了哈。就是啊，下一题大家洗耳恭听了，好不好？来，有请。老爷下凡了，左一包嘛右一包，包包都是大红包。哇，不错，玉馨厉害啊！我们听听答案。左一包嘛右一包，包包都是大红包。他有唱过了，真的。好，为龙队争取到一分，恭喜龙队夺下一分。现在两队打成平手啊，1-1啊，来，我们下一题有请。你好认真哦，还好吗？生命重要，游戏次要，对，生命重要。哎呦，你还唱不唱啊？他吓到嘞，他吓到麦克风都缩水了，这麦克风都吓到了，吓到已经唱不出来了，会不会？啊，会不会？他先碰到了。美满的人生，欢乐的时光，我们都喜气洋洋。青翠的绿山，幸福的地方，等着你来欣赏。好，喜气洋洋啊！来，对不对？正确答案，听听答案。我们都喜气洋洋。哎，对哦。好，到这一句就可以了哈。很好，很好。好，那龙队又夺下一分，恭喜。OK， 可以，可以，可以。哎，我们。以安全为主哈，大家你不要急，不要要钱不要命啊！不要听到1888，我的小数点可能点在一的后面，1.88。好，我们下一题，请听。好，奉队要加油喽！哇！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好，可以了，是不是呢？我们听一下。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正确答案哈。凤队果然争气哦，是啊，现在2-2打成平手。对对对，其实这新年歌曲有很多都有新编的哈，所以呢、啊、在这个一听我们的前奏的时候都还要稍微的想一下哈。好，等一下我们凤队有什么问题，凤队有意见哈。他们穿平底鞋，所以你们不能跑，你们要很小步很小步的走哦。哦，那你们要不要脱下高跟鞋？你们可以把高跟鞋脱掉，啊，不雅观嘛哈。对，不雅观。好，没事了。好，那没关系了哈，我帮你一下。最后一题，这样好不好？因为他们高跟鞋嘛。哎，这样怎么可以？啊？哎呀，斌哥，您这就太过分了吧。玩什么玩，直接红包给他们好了，是不是？好，我们至少还要稍微的比赛一下。男的让给女的一点没关系的啦。对啊，一点点就好了哈，这是自重嘛，我们就让给女生一点点哈。来，你们少走一步啊。好的，最后一题了是吧。来，下一题。好，对，最后一题啊，决胜负的一题啊，你们大家都洗耳恭听好不好？准备啊。好，来，有请。赢了 OK， 我们听答案。可以，我们听正确答案。好，果然就是迎春花。那我们也要谢谢龙队，刚刚呢虽然也触碰到了麦克风，可是相当有绅士风度的把这个机会，我看得出让给了凤队，他有故意慢一点。我看得出，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抢到麦克风的有机会先唱，他其实首先碰到，可是他又看到刚刚有人已经下跪求饶，他就想说不如这样子吧，有一点绅士风度，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他还看到，哎，这个不要命的又来了。对，他不想他让你不想他再次下跪拜年啊。哈，好呀 ，OK， 恭喜凤队，恭喜，哎。每人一个红包，真的是我们制作单位说到做到，好不好？好，恭喜凤队，恭喜发财，非常开心的就玩这个游戏，希望大家都能够接龙接福庆新年。今天是人日，我相信大家呢应该都跟最亲的人一起度过吧。好，现在我们邀请四位女冠军为大家献上这首《最亲的人》。翻过的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撩动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麒麟好友笑开眼，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生个那个空点点，绿水青山
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件，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妈妈作文呈现，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间爱情传承了千万年，亲里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歌那个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挂件，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呈现，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岁月陪你到永远，让我们来歌颂龙的威猛，欢迎八位黄金歌手为我们带来气势高昂、令人热血澎湃的《龙的传人》。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赤龙脚底下我成长，长城以后是龙的传人。他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他的名字就叫黄河。他的名字就叫黄河。
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耀元以及傅开成扮演的财神爷，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我家大门口，迎财神，我接财神，把财神接到我家里头。我叫好运，财源滚滚来，做生意他一本万利，买老票他得心应手，万事都东成西就。财神到，财神到，大家迎接财神到。谢谢许耀元和傅开成扮演的财神爷，是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边呢，在一片欢腾的这个气氛当中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哎，谢谢我们所有的黄金歌手，谢谢，也要谢谢我们新加坡亿威体育会的朋友们的舞龙舞狮。哎，祝大家龙年龙腾虎跃，龙凤快乐，花啦！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的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再回首，第一回合团战主题呢就是青春岁月。想念一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闭着眼睛来听一个黑胶唱片。第一句一下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已经让我们有期待感。尘烟滚滚
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是身怀绝世武功的女侠。我现在才知道你是很会做梦的一个。黄金年华之斗歌竞艺，星期五下午3:30，8频道与 WeWatch 同步观看。